好，前面聊这么多呢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还蛮挑战的，算挑战吗？会很算挑战，好，挑战啊！算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就是我们要在一段时间之内，我们要设定多久时间？10分钟？10分钟，天哪，15分钟好吗 ？OK，好，我们要在15分钟之内呢，去演奏2分钟左右的乐曲，就是我们要把。我们在沟通，然后到合奏完成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，让大家实际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是怎么沟通的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合，这样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子。哎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合，OK，让大家期待一下。现在15分钟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头嘛，我们现在讨论开头，就是那个开头，我们先和那个看一次脸的一次图，然后看哪次比较好。好吧。我觉得要吐啊！我刚刚第一次忘记吐，但是我觉得吐还不错，就对吐还不错。因为好，我刚那就刚吐。连我自己忘记连我自己忘记吐，但是我觉得连效果不太好。对，就是有种少了一个。虽然说原本它的那个，管风琴是很连的感觉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效果这样就好。好啊，那我们从头再走一次。好，先走走看，还可以怎样？好，这里我看一下，在如果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，这样，好，好，这边感觉前面已经够满了，我给还是你给？应该哪一个？我觉得一开始前两小节应该是你给，因为你是比较高音。OK，好，对，然后但是这第三小节我应该可以我给。好，OK，好，我们试看看。从三，再让我熟悉一次，既然都那个了。好，对，等一下哦。所以你是滴滴滴的滴，你是会哒滴。哦，不然我给两个一二。哦，好好吗？四拍我们要不要就是小小做小声一点之类的？好啊，好，就是变得跟前面不太一样。OK，行，好，哎呦，哪里要确认？我这个衔接点都好像要再清楚一点的感觉。一二三，哒哒滴滴哒滴滴哒。好，刚刚14、15、16、17是，我想要注意一下17那边，因为我刚刚好像还是没有抓到，我不太清楚是。那我们再从16吗？14、15、16，好啊，从16接过去。OK，好，没问题。应该是我给的那个点，对。哎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有点稳固一点。对对对，没有注意到。好，那我们在那个2、2、4、2、3、22、22地方吸，Re。上台啦！上台，上台。那我马上开始哦。
错哟，可以哦，这挺好的哟。哦耶，我们完成了，好棒啊！你觉得可以吗？很棒，我们剛剛很棒。好了，我们其实还剩2分钟， yeah. 所以我们算是任务完成了，耶、yeah. ！好棒， yeah, 好棒哦，我们自己 Q。欸、我觉得以我们第一次见面呢，对啊，觉得不错耶，很棒啊，好，太好了，好啦，那就这样。